蓝天，白云，冰雪覆盖的茫茫戈壁，萌娃、野趣、欢声笑语和童年无忌。我是稀里哗啦的哗啦，我是犀利。这个冬季，绿野寻踪带着你探森林的秘密，寻野马的足迹，一起感受超低温的冷空气，从乌鲁木齐到喀纳斯踏雪寻去。绿野寻踪，新疆之行特别节目开播了。跟小朋友们汇报一下，这次的新疆之行将全程由我花拉为大家做独家报道。说到这个我就生气，导演偏心，那么有意思的事儿偏偏只让花拉一个人去。导演不是说了吗，你最近感冒了，不适合到处奔波。好了好了，说正事儿，首先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一行的两个小朋友。这两个小朋友可是大明星呢。没错，他们参加了今年夏天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的最野假期。他是邓云熙，五岁了，今年最野假期年龄最小的队员。他活泼可爱，语出惊人，这么简单的好事有什么吓人的？哎，这考试肯定很简单了，因为什么都想不起来。这是我姥姥，当时她开始近视和耳聋。你姥姥呢？我给她发了个信息，我说姥姥您好，1985年您来上海玩的时候还高兴吗？姥姥给我回说，1985年我没来过上海。比赛的内容是每个人都得包一万个粽子，包一万个粽子，包一万个粽子。I'm China, I'm so good. Yes, China, 很好，好的很。我觉得做人不能忘本，就是做人不能忘记自己真实的本事。羊肉串这是李欣，最野假期结束后，李欣已经是一名1年级的小朋友了。他聪明懂事儿，善解人意。你们过来看看是不是这个？我们现在跟李欣去看看，大家都一起拍一拍李欣的头。是对的，最野假期。然后这个是你们在台上，哦，几个人？然后这个天因为已经降温嘛，画了一点云，画了一个太阳。我在台下感觉自己不能唱歌似的，然后呢，我就以为我做不到，然后他们都让我尝试一下，然后让我高高的举手，因为我很害羞。世界那么大，现在就出发。我发现挺简单的嘛，就是上去唱就行了。我觉得今天很开心，因为我送小鱼回家了。我是一朵小花。不是，你不是一朵小花，我还没说。两名小朋友大家已经认识了，接下来我花拉就要出发了。犀利，你不许闹脾气啊，在演播室好好工作。我都不能去还不能发脾气，还有没有天理，还有没有天理啊。哎呀，又来了又来了。哎，我先闪了，闪。嘿嘿，我这暴脾气。嘿，我花拉这一程的任务是接到两个小朋友邓云熙和李欣，然后带着他们前往我们今天的目的地乌鲁木齐。李欣来了。
李欣，你好。哎，欣欣，你知道我们要去哪儿吗？新疆。你知道新疆有多冷吗？很冷。你知道你和谁一起去新疆吗？邓西，我给邓西准备的礼物。你准备的是什么礼物啊？这个。那一会儿给他一个惊喜。嘿，哎，邓云熙怎么还不来呀？哎，邓云熙来了。来了来了！呀，年快乐！年快乐！登机时间到了，孩子们还是边走边聊吧。是不是张一凡那个小病姐？半年没见，两个好朋友有说不完的话。好了，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我们要起飞喽！哎，花拉就这么带着小朋友们玩去了，不带我，还不能生气，不能发脾气。哎，对，我这样吧。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美丽的新疆，我的工作也很重要呢。新疆在中国的西北部地区，是中国陆地面积最大的省级行政区，那里的山脉和盆地相间排列，就是著名的三山夹两盆。三山分别是北部的阿尔泰山，中部的天山，还有南部的昆仑山。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是准噶尔盆地，天山和昆仑山之间是塔里木盆地。花拉他们此行就是从天山北边的乌鲁木齐出发，一路向北，去往位于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小朋友们，你们印象中的新疆是什么样子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或者是这样的。这一程可完全不一样。你见过冬天的新疆吗？白茫茫的一片，简直就是冰雪的世界，美得让人窒息。花拉他们已经到了乌鲁木齐，更多新疆的美，咱们跟着他们的脚步去发现吧。此时新疆的气温是-22摄氏度，赶快全副武装起来。你们好，我是过来接你们来的。这是惹沙蒂叔叔，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工作。这一次的新疆之行就是热叔叔安排的。叔叔可以帮我拍一下那个包的前面吗？去拍一下。好。哇，谢谢了。没事。你生活的好精致啊。他生活的精致吗？你们说。上车吧。跟热叔叔一起来接大家的是他的女儿母鸡呀。母鸡呀今年8岁了，虽然孩子们跟母鸡呀是第一次见面，但是跟他的姐姐娜吉呀在最野假期的时候就已经是好朋友了。世界那么大，
现在就出发，走到哪里哪里就是我的家。出生的野马什么都不怕，草里草野任我们放肆。外面太冷了，是吧？是。来，我来。这是热叔叔的家，孩子们的第一个目的地。热情的阿姨和奶奶给孩子们准备了各种各样的好吃的。哦，你知道这个馕是吧？喜欢吃吗？哦，我就知道你们喜欢吃，所以特意给你准备好的。我知道馕是怎么做制作出来的。你怎么知道？你们，我有一个新疆美食，就是这新疆可能是不是这个馕是一个深盆，像一个坑里面，对坑，然后把那个馕放到坑里面焖煮。对对对对对，知道太多了啊！你坐这儿啊，你们都随便坐吧啊。你好和谢谢怎么说？你好是 Yashimsis。Yashimsis。对，太聪明了。谢谢是 Rahman。Rahman。Rahman。哦，你们太聪明了哦。Rahman。来，坐这吧。Rahman。这是我们自己做的。嗯，多吃。这上面是那个坚果是吗？那个核桃，核桃和坚果的。你们这有中国最大的沙漠？对。而且三山甲两盆。对。昆仑山、天山和那个什么山来着？母鸡知道吗？三奶知道吗？太帅了！我要是这时间学会了新疆语的话，那我就厉害了。对，好，谢谢。怎么说？再说一次。不过谁说的？刚做的没有5分钟，5分钟前你刚问过，我说一个。娜姬呀，放学了，李诗和邓云熙看见了半年没见的姐姐，高兴极了，人聚齐了，晚餐也要正式开始了。这像馄饨似的食物在当地叫做蛐蛐，还有好吃的马肠子，诱人的抓饭和各种各样精致的点心。新疆之行热闹的第一天，就在这么一顿丰富的晚餐后结束了。休息一下，第二天更精彩。蓝天，白云，冰雪覆盖的茫茫戈壁，萌娃、野趣，欢声笑语和童言无忌。我是稀里哗啦的哗啦，我是犀利。这个冬季，绿野寻踪带着你探森林的秘密，寻野马的足迹，一起感受超低温的冷空气，从乌鲁木齐到喀纳斯踏雪寻趣。
白色的，哇，好漂亮呀！冰珠，太漂亮，真的不敢相信，我从来没见过这种，我第一次见呢。这里的景色不错吧，小朋友们？我们接下来要去位于吉木萨尔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野马繁殖研究中心。你们对野马有了解吗？野马种群吧，现在中国仅剩的野马种群，对不对？对，野马就是很凶的，就是其他的就会使劲的把我们甩下去，而且它还发怒的话，就会那个马蹄子就是一蹬，可能会把我们蹬出去。野马种群在中国其实已经灭绝了，是我们是从国外买来这些野马的。看来邓云熙是有备而来呢。更多关于野马的故事，野马繁殖研究中心的叔叔一会儿就会告诉你们了。嘿，看，我们马上就到了。孩子们难得见到这么厚厚的白雪，下了车竟然忘记了自己的任务，冲进了雪地，开心地玩了起来。不过任务还是要继续的。小朋友们集合了，这是野马繁殖研究中心的王老师。王老师好，我是李欣。李欣，我是木吉呀。哎呀，木吉啊，我是何叶。我是个善良的男孩，谢谢大家。谁没介绍是什么名字呢？走，孩子们，我带你去看野马去。看到没有？哇，那就是我们野马。快跑快追！野马！我们进去以后啊，看野马的时候不要喊，啊，小马追呢，不能大声喊叫，啊，这样容易把这个小马就惊着啊，惊着就会跑出去，对吗？静悄悄去看哦。现在我们这个基地呢，总共有92匹马，现在啊，分10个家族，一个围栏一个家族，按分开的，啊？哦，他们是这个家族啊。一个家族，哎。那哪是爷爷，哪是奶奶，哪是爸爸，哪是妈妈，哪是孩子？对，都分开的。他的母亲和父亲在那个圈舍，这是他们子女之间的事情。王老师，这些马多大年纪啊？这些马是有7岁，有8岁的。有7岁，有8岁。对，这个圈舍是这个家族里面有7岁、8岁的。目前我们这个基地的年龄最大有22岁的。22岁，那一个野马的正常寿命是多少啊？平均30年。30年。30年。22岁，也就是到了22年。到中老年了，按人来算就中老年了。那他们吃什么？他们这个基地要靠人工去投喂苜蓿草。这些野马的粪便也会定时清理吧？哎，对，定时清理，每天清晨要清理完毕，对，这要防止传染病的。它这个马以前咱们中国的新疆准噶尔盆地的物种，那么在清朝末期呢，首先被一个俄罗斯人叫普热瓦尔斯基发现的。这个人发现以后呢，一报道呢就引起了各个国家的关注。那最终在1878年被一个德国人叫格里格尔看到消息，认为东西带来很大的经济的，因此那一年的3次进疆，就到咱们新疆呀、来抓野马，总共抓了52匹野马幼驹。那么又回德国汉堡来，仅仅存活了28匹野马。那截止到全世界的野马，今天呢，也就是不到2000匹。那么这2000匹马呢，都是那个德国人抓过去的28匹马的其中的12匹繁殖下来的后代。那么我们国家呢，在70年代后期呢，就逐步消失灭绝掉了。那么一到85年呢，联合国一个野生动植物基金协会
他考虑到马在国外人类围栏里面也在面面退化消失灭绝，因此呢我们国家85年引回来以后，通过我们总共有了24匹马在这个基地，经过30多年的发展了，我们野马数量已经达到422匹了，这是我们一个现在目前情况。谢谢王老师，谢谢孩子们，嘿，以上是我花拉发来的最新报道。小朋友们，刚刚我们看到的普氏野马是我国的一级保护动物，是地球上唯一存活的野马，可是非常非常珍贵的。野马和小朋友们常见的家马虽然长得有些相似，但是它们的染色体的数量就不一样，换句话说，它们根本不是同一个物种。其实仔细观察，外形也是有一些差异的。论身材，野马的个头相对矮一些，头比较大，脖子比较粗，整个马看上去粗壮结实。家马呢就比较高大一点，也苗条一点，头也没野马的大。论鬃毛，野马的鬃毛短，家马的鬃毛长。你们看，野马脑门的头发是直直的，家马脑门的头发比较长，就像梳了刘海儿。论毛色，野马只有这一种颜色，家马的颜色可多了，黑的、白的、棕的、斑点的等等。野马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在马的脊背上。看，野马有很长的黑色背脊线，家马一般可没有哦。好了，花拉新疆之行要暂时告一段落了，下面是绿野卫士的时间。今天的故事是这样的。我们是森林的卫士，我们是和平的天使，在邪恶出没的地方有我们战斗的影子，从不害怕挫折，从未停止追踪，在和平的大地上飞奔飞奔飞奔。蓝天是我的铠甲，是我的发，落下每一滴汗水，绽放七色的花。危难是我们的号令，不顾烈火寒冰，只为正义的理想，启程了又出发。也太冷了，盖了这么厚厚的毯子还是不暖和。你这冬天怎么这么长啊，下了这么久的雪还不停。178，179，180。哎，你瞧你们两个，哎，裹着毛毯还哆里哆嗦的，瞧瞧我这。哎，小柯，你不冷啊？冷，笑话！哎，前阵子我还参加冬泳比赛来着呢，现在我身体棒着呢。嗯，哎，肯定冷。小明妹，你摸摸他的手，看看冷不冷？哎呀，怎么那么凉啊？你快去穿件衣服吧，感冒了可不好受。快点快点！我才不会感冒呢，我这么棒的身体会感冒？笑话！1001、1002、1003、1004。我怎么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呢？小白兔真可爱，两只耳朵竖起来。小白兔呀，小白兔，多吃点儿啊，多吃点白菜。哎，小兔子，花拉，你从哪儿弄来一只小兔子呀？
这个呀，这个是林伯伯的小兔子，让我帮他照顾两天。嘿嘿，你看多可爱呀！哎，小兔子，你怎么不吃了呀？对，你得继续吃啊。哎，花啦，你给他喂了多少吃的呀？就不多，就一大颗白菜。什么？一大颗白菜？花啦，你以为他像你那么能吃啊？那吃那么多，撑坏了怎么办呀？啊，那我不喂了，我让小兔子休息一会儿，消化消化吧。对，哎，花啦，你让他先在这儿玩一会儿，你去帮帮我的忙，我有几样东西拿不动了。好吧，好吧，那咱们去吧。小兔子，你乖乖在这玩一会儿哈，我回来一会儿就回来。一会儿见。呵，游玩游真舒服。舒服了。小兔子，小柯哥哥带你去吃好吃的啊。小柯住手。小柯，你把那只兔子放下。干嘛呀干嘛呀，我不就是说带小兔子去吃点好吃的吗？至于那么大惊小怪的吗？哎呀，你知不知道不能再吃了？花拉今天已经给小兔子喂了整整一大颗白菜了。啊，一大颗白菜了？嗯。哦，那是不能再吃了哈。嗯。哎呦，小哥，大冬天的，穿的也太少了吧？不冷吗？冷？我才不冷呢！我刚游完泳回来。小柯，你该不会是感冒了吧？这一下子打俩喷嚏了。就是，你还是先把衣服穿上吧，别感冒了。切，我怎么可能感冒呢？我这一会儿还得跑步去呢，你知道吗？那，给小兔子给你们玩去吧，我跑步去了啊。西里啊，是不是又到了给小兔子吃饭的时间了？啊，又吃？花啦，你以为小兔子是你呀？哎呀，这把兔子交给你养，这你是想养成一只小肥兔还是大肥兔啊？你再给人家撑坏了。我这不也是想好好的照顾小兔子吗？这可是林伯伯交给我的任务，重要任务，我一定要好好完成。哎呀呀！这怎么回事啊？怎么扫也扫不完，刚打扫干净的又一地纸团，谁呀？罪魁祸首原来是你！你看我不好好教训教训你的，嘿，小柯，我难受了。你怎么了？难受。头晕，我恶心，哎，小美丽，这乱七八糟的是怎么了呀？是他。哎，小柯，你怎么了？我怎么了？都怪你，都怪你，都怪你们，都怪你们，都怪你们！要不是你们说我要感冒了，我能真的感冒吗？哎，这怎么能怪我们呀？那不是你大冬天穿个短袖，那不感冒才怪呢。这怎么能怪我呢？是发烧了，好烫啊！哎，这怎么办呀？没事，别慌啊，我是一个护士，我去拿药，你看好他啊。好，你去，小哥，去拿药。哎，盖好了，盖好了，来，盖着啊。哎呀，还难受吗？哎呀！哎，小柯，快来，再试试表，看看怎么样了。哎，小柯，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了呀？哎，我煮了点蔬菜粥，你要不要喝点啊？小美丽，我好多了。就是，就
就是什么你倒是说呀，就是那个前两天我攒了一大堆脏衣服还没洗呢。知道了，我回头帮你洗啊，帮你洗。想明白啊，你粥啊，来喝点粥啊。我又不想喝粥了啊，我想喝水。哎行，喝口水啊，喝口水。我又不想喝水啊。哎呀，小哥那个表好了，看看。37.5，比下午那会儿好多了，那会儿都快39度了。小哥，你这是怎么了？你怎么打点滴了？生病了呀？我发烧了。发烧？是不是前几天你穿短袖的原因呀？可不是嘛，天天穿个短袖，还不讲卫生，可不是得发烧吗？哎呀，我都病成这样了，你们就别说了。所以呀，小柯，你得注意保暖，然后还要勤洗衣服、勤洗手，注意卫生。记得了。哎呀，我想起来了。哎呀，怎么办？怎么办呀？怎么了，花拉？什么怎么办呀？我想起来了。前两天小柯对着我的小兔子打了好几个喷嚏呀，会不会被传染了呀？哎呀，我答应林伯伯一定照顾好小兔子。没事，不会吧？别担心，我们先测一下体温。我这有一个新的体温计，测一下。小兔兔，我们测个体温。哎，多少？你怎么样呀？糟了，39摄氏度啊！温度这么高，怎么办呀？花拉，你先别急，我听说啊，发烧之后出了很多汗就会好很多，我们试试吧，试试。你能放心，我一定好好照顾它。交给你了，照顾小动物了，交给你了，小美丽。兔不怕啊，兔不怕。哎呀，不怕啊，出点汗就好了。哎呀，你干嘛把我被子掀了？我还生病呢。对，来，你坐过去点。哎呀，那粥我还没喝完呢。你怎么就喂小兔子了？哎呦，难受死了！我可要晕了，我可真晕了，晕！喝粥了！哎，林伯伯，林伯伯好！哎，你们好！哎，小柯怎么了？林伯伯，我发烧了，是我先发烧的。然后他们才发现小兔子生病了，然后他们就不管我，都照顾小兔子去了。兔子怎么病了？那个事情的重点是我先生的病，而且很严重。哎，林伯伯，我们给小兔子量了体温，39摄氏度，小兔子发烧了。哦，发烧到39度了。小兔子39度，这是正常的。哦，有的这个动物呢，体温呢可能会偏低一点，比如说能休眠的动物，像熊啊，到冬季的体温呢，岁鼠啊，有的甚至体温都接近2-3度的时候，有的呢体温呢就可以达到39度。人的这个不同个体呢，体温也是不一样，个别人有的36度就发烧，因为它的基础体温呢有点太低。所以说呢，不同的动物啊，有不同的这个体温范围。明白了，谢谢林伯伯。谢谢林伯伯，大家再见啊！林伯再见。哎呀，太好了，原来兔兔没有生病。没生病就好，没生病就好。太好了。哼。小柯，盖好啊，别生病了。小柯，我去给你洗衣服去了啊。兔兔，我们走。来，盖好啊！啊，对，来，喝点粥。哦，这粥刚刚小兔子喝过，我给你重新做一碗啊。哎，那我们也去帮忙去吧，花拉。走了啊。怎么又没人管我了？
小朋友们，今天节目就要结束了，下周同一时间别忘了锁定我们的绿野寻踪。新疆之行下一程的目的地就是卡拉麦里有蹄类野生动物保护区。好了，再见喽。